接着我们要整理一下台湾一年的变化。好，台湾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前面教过的吹啥风啊？东北季风。天气阴冷，8888。好，有一种天气来台湾的时候，会使台湾的天气骤降。哪一种天气来台湾的时候，气温叫骤降 ？11, 7, 11, 11, who is 11？来来，起立起立起立。哪一种天气在台湾的时候天气骤降？寒流，请坐。气象学说好像寒潮，寒潮爸爸。OK， 然后这个时候两个气团，哪一个气团的势力比较大？这个时候两个气团，哪一个气团势力大？可爱的36，你们讲清楚一点，哪个冷气团啊？讲不出来哦，不好吧？请坐了，蒙古大陆气团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封面会移动比较快，什么封面呢？冬天什么封面？冷风。好，到冬天，然后又换到春天。春暖花开，万物欣欣向荣。有个气团在减弱，有个气团在增强。请问你谁减弱，谁增强？谁减弱，谁增强 ？Seven 七，正好 Seven Eleven， 来 Seven， 来，谁减弱，谁增强？气团。太平洋海洋气团增强，请坐。好，这个减弱，这个增强，然后这时候也会有冷风，大概到三月都可能还有冷风了哈、哦。大概到三月的时候都还可能会有冷风出现。好，然后到了春末夏初，春末夏初有一个东西为我们会带来丰沛的雨量，啥玩意儿会为我们带来丰沛的雨量呢？啊，二倍。二十倍，梅雨，请坐。梅雨会为我们带来丰沛的雨量。这个时候，两个气团的势力相当，会形成一种可爱的封面。啥封面呢？会形成一种可爱的封面。啥封面 ？Number 九号，啥封面？Please stand up。不会哦，势力相当。自流风。你说啥？自流风。好，自流风。夏天我们有什么？捕获雷阵雨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台风。这时候谁的势力大？太平洋海洋气团势力大，基本上就不太有封面，夏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封面。OK， 最后回到秋天，秋天开始转凉，又是季节交替，天气又不太稳定了。有个玩意儿会减弱，有个玩意儿会增强，请问您谁减弱，谁增强？二七。二七，谁减弱谁增强？太平洋李工厂。太平洋减弱谁增强？蒙古大陆气团增强。我开始见识会有冷风，大概九月差不多是十月哈，九月底。开始东北季风，然后现在就会冷风进来，就是整个对于台湾整个天气的整理。然后呢 ，OK 吗？有人问题无？无，很好。